来，二班准备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都好多匹嘅，中間志同道合快噶，內欄就都靈紅星啦，咁啊淺藍衫第三位仲有妙算達人啊，中間孖寶兄弟，外邊開心好玩，最出太陽威威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咧，咁啊粉紅帽中檔啊翠龍啦，內欄綠色衫綠色有雲啊，咁啊再響外邊位置就合拍威龍啦，咁啊尾三御龍共舞嚟噶，咁啊後邊兩隻結彩繽紛啊白衫啦，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逍遙自在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200米。段處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啊！前面放咗出嚟嘅馬係嗰只妙算達人啊！咁啊，第二位咧就係嗰只開心好玩啦，第三位志同道合啊！咁啊，第四位內欄咧，咁啊粉紅衫啊都靈紅星啦，出邊三搭喎太陽威威啊黑衫啊，再入邊跟住個第六位內欄咧就翠龍啦，響佢出邊紅黑直間衫啊孖寶兄弟啦，中間咧就係呢只合拍威龍啊上咗去啊，再入邊嘅馬尾四綠色有雲，尾三淺藍衫咧就與龍共舞啊，響佢外邊咧就係結彩繽紛噶啦，咁啊白衫藍。冇啊，大約尾三到啦，包咗落尾嘅馬咧，都仲係嗰只逍遙自在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中間啦，前面咧都仲係妙算達人啊放嘅，開心好玩啊，俾住跟第三位嘅馬外邊啊太陽威威內欄第四都凌紅星啊，再後邊嘅馬中檔志同道合入邊等位咧，仲係翠龍綠色有雲啊，大外檔嗰邊啊結彩繽紛開始上嚟啦，馬林中間揾緊位，仲係與龍共舞亦都追緊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太陽威威佔先，埋邊追佢與龍共舞，外邊上嚟。仲有結彩繽紛，又係呢兩隻隊啊！與龍共舞一路壓住結彩繽紛，埋邊翠龍中間太陽威威接近終點，食埋美虎潘頓與龍共舞啊！跑第二名嘅嘛，外邊。